李希。九晨，你出来！林夕，生存可能。林夕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跟神尊吵架了？你吵架了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！再说了，你动手你也打不过他。哎呀，你消消气呀，林夕。九晨，你今日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要什么交代？这封信是什么意思？信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清楚？无非良人实难相配，卿本佳人莫误此生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清楚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危险的事？可是与今日云峰之事有关。九晨，你与我说过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我如今已经不是当初的桃林小仙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可以与你一起面对。你若是有什么苦衷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没什么苦衷。那是为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李希，当年你在凡间，本尊曾亲自下凡渡你一世情劫，助你登上上神之位。而对本尊而言，你也是本尊的劫。如今本尊尘缘已断，劫难已消，即日起就要闭关休息，参悟这天地大道。儿女私情已经不在本尊的心中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那是你的事。李希，缘聚缘散皆有命数，你莫要强求才是。九晨，你开门啊！九晨，九晨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开开门好不好？你开门啊，九晨！
九晨，你是遇到难事了，对不对？很危险，很棘手，连你都感到束手无策了，对吗？九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如今也是上神了。有什么事是不能我们一起解决的呢？对不对？九晨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九晨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这样